大家好，我是胡胡骑射，欢迎你再次收看我的玩具开箱时间。我们今天给大家分享这一款 POP UP Prada 的 Monica。 这个系列的玩具呢，它的包装盒都是这个样子，它就有一个直接有一个透明展示的效果啊，不过也仅限于正面了啊。那我并不是做这种不可动人偶的专家，但是呢做一下学术研究呢还是有必要的。那这个来自于 Capcom 的一个经典格斗游戏，叫做 Vampire Hunter。那台湾这里的话呢，一般翻译叫做魔域幽灵啊。它里头的从第一代开始就是主角担当的 Succubus 就是魅魔啊，魅魔就是在睡梦中呢会去吸取男人精气的一种生物啊。它跟吸血鬼不一样啊，吸血鬼是吸人血，它这个是吸雄性的精气啊。这个有本事冲着我来啊，这个不要去涂害一些这个国家栋梁啊。好了啊，那但是游戏里头呢，它并没有给人感觉有这种侵犯人类男性的这情节出现啊，是个非常有魅力的角色啊。然后我先前的话呢，有给大家做过，是它的一个是压在泡面上面的一个坐姿的，然后那款玩具我已经出掉了。那我们看它里头的背景是很多的蝙蝠，那蝙蝠的话可以说也是它的化身之一。我们实际上在玩游戏的时候呢，他如果说受伤啊什么的话呢，身边会有很多的蝙蝠，甚至有蝙蝠组成他的身体啊之类的一个画面。这一家的产品，它的价位呢，大概都是台币大概就是800-900块钱，应该都是在1000块钱之下。它介在比一般这种400-500的精品的话呢，价格呢要再高大概一倍这样子啊。那品质的话呢，我倒觉得因为现在的这些精品呢有的品质比较好，所以我也不敢说呢这种产品它的价格高了一倍品质就好了一倍，这个其实不一定的，还是要碰点运气的啊。那我们就把它呢就做一个第一时间的现场的开箱。好了，拿出来之后呢，我就有一个感觉，果然这个价格两倍啊，然后好像质量没有两倍的感觉啊，我已经肉眼可见的看到它有一些不是很 OK 的。你看这个地方，不知道为什么这里有一条这个是分膜线还是什么的啊，这个线在这么尴尬的位置啊，这个有一点点小小的扫兴了啊。再来呢，我们来看一下啊，它的肌肤肤色的表现还可以。它这个肤色啊，我要说一个属于一个魔域幽灵的，我也算是一个老玩家了。他的肤色很接近于第一代的这个开场的那个 CG， 就是那个过场动画里头的那个肤色啊，有一点点病态的这种白，还不赖啊，这个是事实。那头发的话，我们看到后面啊，这个头发的话，这样看过来，哎，有一个波动的感觉。其实从这个角度看也不赖哦，各位是不是觉得还可以？以动作的选择来讲，这个可以说是非常经典的莫瑞卡的一个动作，而且本身就是一个，100%是一个卖弄性感身材的人物了。然后头上的蝙蝠，我们来看一下它的颜色。哎，它这个蝙蝠的耳朵跟头发还有头部，他们是个别有做分件了，这个有稍微用心一点。然后这里的话呢，它的应该是手上的这个手套吧。这里的话呢，在原本的设定里头是戒指还是铁环我不知道，但总而言之他把这个环呢跟后面的颜色做成是一样的啦。那有肉眼可见有一些地方就没有很光滑的感觉。那这个侧乳啊，各位可以看一下这个侧乳的重量感，我觉得做的还可以。然后这边有明显的分膜线了啊，就是稍微测个光就能够看得到啊。我绝对不是那种喜欢盯着人家腋下看的人，我是为了给你们看这个分膜线，你看清楚这里有一个分膜线，对不对啊？好了，然后这里我注意到了，他又把肚脐做出来，这个太邪恶了吧？这个衣服紧身紧到这个样子的吗？然后他这个勾啊，你还要把两个球状物中间还要把这个空间做出来。OK， 这个角度看也是很不赖，基本上没什么死角啊。那大家就看到他的腿还有臀部了啊。小腿啊，这个线条好看啊，那臀部这个是非常性感，有肌肉的感觉。哎 ，Capcom 的一个人物的话呢，先前有人戏称说是在肌肉上面画衣服啊，这款应该是完全符合这种说法了啊。蝙蝠的翅膀，这个里头的紫色还蛮鲜艳的啊，我喜欢。OK，
出拿起来的时候呢，可以看到一些小细节啊，像这个地方。但是整体来看，就个子也挺大的啊。这个我们来先让它站起来好了啊，顺便提一下好了。像这种啊，我就觉得你是把这种凸啊坐在玩偶身上，而不是坐在这个地台上面啊，因为你坐在人偶，你把这个凸啊用在人偶身上的话呢，就变成说我只能够。就一定得，它是有防呆的、哦、一个是一个凸，一个是一个两个凸啊，这样子啊，因为你这个凸在人偶身上的话，就变成说你只能够安插在地台上，因为它脚底下多两个凸嘛。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凸呢弄在地台上的话呢，人物的脚底顶多就是洞啊，那可以单独不要用地台啊，也能够站得住。OK， pose 好看啊，这个特别是这个角度。我觉得这个有风飘起来的感觉啊，非常的 OK。 那这个我是台币850块钱买的吧，我自己是比较喜欢这个作品的啊。那这个样子的水准大家接不接受啊，就完全看你个人了啊。今天谢谢各位的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